秀就是美的第一生产地。出关的刘亦菲和录制新节目的赵薇都在瘦了之后也美出新高度，从状态到身材都无可挑剔。舒淇婚后女人味越来越浓郁，玫红色的礼服被她演绎的风情万种。44岁的徐静蕾仿佛冻龄，穿短裤秀长直美腿，和美少女们同框仿佛同龄。而郑秀妍 Emma Roberts 则完美演绎出夏日越简单越好看的穿衣真谛，明暗对比的色调搭配加分格比例是重点。新装备最新一期上线，一起来看看星星们的高温天半脸秘籍吧。 Emma Roberts 2018年6月29日圣特罗佩街拍，在法国的 Emma Roberts 这一身 look 也很有法式风情，度假感十足的黄色抹胸上衣搭配格纹长裤让人眼前一亮，色调到位且明确分割出比例，造型就成功了一半。而肤白也是加分项。 Alessandra Ambrosio 2018年7月2日洛杉矶街拍，37岁的孩子妈 AA 玩起豆腐少女感来永远那么赏心悦目，丸子头扎上发带秒变甜圆 girl， 到脚踝的长裙因为开叉而增加了细节和透气感，腰间绑件外套当腰带，于不经意间强调了比例，看起来随性而舒适，成为这样的辣妈已经是人生赢家了。 Amar Clooney 2018年6月21日飞抵多伦多机场的 Amar Clooney 现身多伦多机场，白色背心加脚踝束口的宽大卡其色工装裤，脚踩缎面穆勒鞋， off duty 的时候抛去了平时的律政俏佳人装扮，走帅气休闲路线，让人耳目一新，笑容超级甜。郑秀妍2018年6月27日仁川机场揭开缎面的白色宽肩带背心加喇叭牛仔裤，简单却迷人的关键除了材质和版型之外，还要归功于郑秀妍的好身材和气质。而具有装饰性的包带今年也是大热趋势，和基础单品搭配更有相得益彰的效果。李嫣7月2日北京机场揭拍，出发前往巴黎富巴黎，二度登台走秀的李嫣出发时的机场 look 也值得一看。她身穿素色连衣裙加大檐草帽樱桃凉鞋，童趣中满满都是夏日气息，但最吸引人的还是当属李老师从内而外散发出的自信气质，小小年纪便大方而舒展，丝毫不显扭捏。刘亦菲2018年7月4日在广州出席品牌活动，刘亦菲为电影《花木兰》封闭训练两个月后终于出关，整个人瘦了很多也美出新高度，扎芭蕾丸子头，出席活动状态颇佳，肩腰线明显的 X 型牛仔连衣裙被肌肤白皙身姿挺拔的天仙演绎得滤性而优雅，十分迷人。舒淇出席宝格丽珠宝发布活动，最近舒淇状态越来越好了，在出席活动时和超模同框也完全没有输掉，甚至更多人眼球。女人味的玫红色长裙被她发挥出无限魅力，平肩穿露肩礼服也完全发挥出身材优势。赵薇录制《中餐厅》第二季花絮照，赵薇在新节目花絮中身穿飘逸波点连衣裙加银色高跟鞋，被花团簇拥美的沁人心脾，清新而养眼，耳畔的编发又增添了一抹青春减龄的味道。大美微瘦下来后颜值也回到了巅峰时期，徐静蕾录制天天向上，徐静蕾身穿 Playmobil 拼色衬衫搭配 Converse 帆布鞋录制天天向上，衣角半塞进短裤，大秀长直美腿，44岁的她气质却一如既往的文艺而清新。 Selena Gomez 2018年6月17日意大利度假美照度假，怎能少得了一款印花衬衫，在意大利游玩的 Selena Gomez 身穿复古清新的绿色系印花衬衫搭配金色耳环，惬意中不乏摩登感。倪妮南法度假私服美照曝光，敬业的 Gucci 大使倪妮最近在 INS 更新了一系列南法度假美照，这组则是帅气与俏皮兼备的完全不一样的苗种，黑色刺绣夹克搭配金属粉色 T 恤，反戴棒球帽帅性随意，演绎起 Tomboy 风也相当自在。